每当我被闪过，也被暴雨淋过，有你它就划破，就让它旋转无绝，滚出小小的梦，不怕这叫飓风，就再勇敢。盘点铁骑开道的感人瞬间。前面要出去拍一下，拍一下，先跑了，拍一下。都走到他的路上了。为了你，当你出现在我的身边，世界不再休眠。我在等着你吹的风吹过来，等着山盟又海北起又花开，我在等着某天你也在，等你虽然过江落星海，我在等着飘零凋谢的心掉下来，等着落日起又破影满海，藏在梦境里所有期待。妈妈在我这里有坏蛋，拿手机了，关了，走到赏金车，来赏金车。保证安全的情况下，我们闯了多个红灯，原本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路程，仅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将求助人送到医院，协助家属将孕妇抬上急救推车送进了急救室，为孕妇生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我老婆羊水过了，请求一下你们的帮助。人民医院是吧？对，你等一下，换通道交警。直接推过去了。我媳妇怀孕了，出血，做过氧抽脂。我们的高速交警在石梨溪收费站外面等你。好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可以适当的开快一点。啊，好，一定要确保安全，安全第一啊！你跟着我们警察吧，跟着我们警察，注意安全吧。好。有没有一个孕妇大出血，要赶那个。你听啊，是呐喊才会响，只要你目光是瞄准月亮，迷失不用有何妨，在星辰之间流浪，勇往一步万丈，但始终温暖。慢点。
一个卡座，进行了一个卡座，前面就是一把平川了。我们也是提前和医院取得了联系，有一个紧急联动的一个形式。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们的病人已经送到急救了，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